别都想快快长大，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不会挨打。子华啊，你现在已经长大成家，对的，已经成了孩子他妈妈。哦，孩外的生意不是负担。我知道了，有了平安才是幸福。身体好吗？挺好的。爸爸最近抽烟喝酒多吗？也不多了。注意身体，因为岁数大了。妈妈知道了。有了健康，我们才是幸福的一家。宝贝啊，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。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照着红花。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我们六个就是